主要是国民党过去的贪婪事迹啊，慢慢可考。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两位候选人，特别来揭露过去数年来国民党贪官从中央贪到地方，国民党贪官无数，包括县市长，包括民代，从中央到地方，贪腐显然就是国民党的 DNA。这一次县府主要是在提醒国人，要看清国民党的本性就是贪腐。国民党的贪腐啊，恶行恶状，罄竹难书。对上侯友宜宣誓，他只是嘴巴说要反黑金复辟，但是党纪并不严明，也没有对内处理有关贪腐的事情。像侯友宜的说法，侯友宜宣誓只是纸上谈兵，自相矛盾，背离事实。我们在这边要直接直指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最大贪，劣迹斑斑，史上最大贪官，就是国民党的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义士，他涉及财产来源不明罪，判刑2年定谳。